很有趣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看，我就是这样报名网络上课，跟大卫老师学习。
就是学我网络上课的过程哈，因为很多朋友有问我说：“哎，阿鲁米，你们上网络课是什么一回事？”哈，其实现在网络世代了哈，可以从网络透过网络来学习萨克斯风。哦，那你们在地都有教学，然后在网络在复习，在另外一个网络系统在学上课也不错。哦，这样互相交错，然后互相的学习，然后可以从中里面学到东西，最主要可以交到网络朋友跟同学。哦，你看老师都会讲重点。哦，他会哪里要注意，哪里他会讲，我们就做自己的符号。我的笔呢？你看，就自己做自己符号。怎么我们就自己画？哦。啊，第二老师会错上滑音，哦，上滑音哈，哦，啊，同一句呢，太多滑音不好听啊，哦，有没有老师都会讲重点哈，哦，这样就让我们来做复习，以后吹这首歌，我们就可以跟别人不太一样，哦，你要觉得，啊，你好像比较有到位，啊，其实就是跟老师学习的，没天生没有自己会的，哦，老师也跟老师学，老师也跟他老师学，哦，跟一个学，然后叫我们这样，这叫传承，叫学习嘛，哈，哦，祝福大家，现在有开始有网络招生了哦，哈，哦，明年度我也有，我们一起来当同学哈，哦，欢迎跟师母报名哈，哦，那想要怎么报名呢？可以私赖我，或是私赖师母哈，哦，也在群内哦，哈。哦